我的巧克力娃娃被虫虫纠缠了。你们有看到那只白色的虫吗？背上那一只，它是豆娘的幼虫水菜，脚抓着巧克力娃娃不放。刚刚看到太紧张了，没拍到。它的后半部已经被巧克力娃娃吃掉了，不见了哦。巧克力娃娃就是这样甩，然后把它的下半身吃掉了，但是它还活着哦。天哪，给不回拢沙沙起来。